其实人呢也不应该怕鬼，为什么？因为人的身上有三把火，啊，头顶上一把，左肩一把，右肩一把，只要火不灭，鬼就不敢靠近。所以走夜路的时候呢，你千万不要突然回头。你们尿完尿有没有打哆嗦？有啊。你呢？有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这个叫做肾亏，与鬼无关。是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哪怕夜半鬼敲门。怎么还没够好呢？还有你。知道了，快点。哎，你是色盲啊？应该画白色的吗？你黑白都分不清楚，大棒槌。哎，你为什么打我？谁叫你亲我的？我没亲你啊。不是你难道是鬼吗？哎，哇，杀气好重啊。吓到他一个人就把他给吓到了，真棒啊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我啊。Thank you.